长提出说这是林务局说这是漂流木的时候，他如此的震怒，就这样子要撤换，这真的市长不是皇帝。蔡英文跟他的哥哥还有海霸王的庄荣德等人所炒作的从化币，不是一块，是六块。国会常务理事沈才英老师，沈阳先生好。味道是味道，就是非常错误。这是一个例子，好像就是说在床上确实一个实际的案例，在某医学中心，就是民众就是他做完。这个完全是胡扯吗？我真的要这是胡扯吗？当然是胡扯！我要请段委员用功一点。大许文正之政呢，是100年秀秀姐担任国民党副秘书长，去辅选宜兰县的时候才认识的，才熟的。这个山预算的事情是什么时候？拜托，99年的事情。律师不只是帮助他们为非作歹，律师也有正义的声音。今天就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请律师代表陈丽玲律师来告诉我们是非黑白。各位热爱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！318的学运里面，很多律师帮你们辩护，可是各位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这些学生因为有这样的鼓舞，因而去冲立法院，因而去破坏门窗，因而去冲行政院，因而去偷吃人家的太阳饼。各位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先回应一下黄委员的意见。黄委员一开始说，检调不可以进入立院，只有委员可以进入立院。说得好，所以学生凭什么进入立院？学生有什么样的正当性？没有任何的正当性。再来，我们谈到我当时路过镇江街，有没有抱着被警察抓的这个打算？当然是有。如果今天你出来上街头没有任何的一个准备的话，那么你干脆就不要出来，就是要有承担、有担当能力嘛。所以如果今天我攻在行政院，我告诉大家，就是我做的，警察赶快来抓我，我一力承担，让我的这个被抓成为革命的力量，这才叫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跟革命者。乡亲父老一定要凝聚力量来支持我们的，是有它必要的关键力量。当我们这些关键的力量凝聚起来，是标标准准的台湾人，大家都是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中华民国就是像台湾的，台湾要活出中华民国光彩，要活出中华民国光荣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啊！各位要注意的，我这条领带，我选领带都有点意义。这条领带你把它翻过来一看是深蓝，我也是个黑白分明的，我是也是一个绝不向黑势力做任何妥协的人。我觉得新党一路走来的立场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。1983年11月20日，这一天，新党创造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平游行。这历年来首见的大游行，场面壮观，秩序井然，快乐同行的气氛，足以作为今后社会运动的典范。这股原本沉潜在社会中的清流，终于以排山倒海之势，雷霆冠军般的涌现在台北街头。